讲无好。你个老牛落来了，拜叫咱新任会长新加坡艺人工会新任会长庄耀南先生拍头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会长，谢谢。会长，会长。请把你讲讲啊，好些的嘛。会长，请问你会需要一个助理无？我会使当你的助理。助理啊？助理。助理也对。哦，因为我是想你会长夫人，因为我。住在你家里啦，不使啦，不使啦，不使啦，你，不使啦。细汉的我看介大汉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阿兄，欢迎欢迎欢迎光临。我大伯说叫阿兄叫阿哥，阿兄是我舅，是你舅。阿哥，等下他觉得很老呢，会不会？他哪里会老？有年纪就是啊，你等下叫阿姐嘛，对吧？礼貌上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老吴做了会长之后，哇，家有喜事，哇，真侪好代志拢找到伊，把路甲伊某离婚俩，只个一个歹代志尔，哦，你看伊就大巴肚了，唔知恁做了会长，恁某会大巴肚未？很乱呐，会大巴肚未？不会变呐，会生一个嘣一个儿子出来给你们？不变了，龙变，龙头多长啊？龙头多长？叫伊开门啊？不变，开门也是一个人做工尔。一个人尔，一个人啊，就一个人叫什么名？庄耀南哦，我是都是头厝管工管工了的。恭喜你啦，恭喜你啦哈！那个李叔今天呢，真的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，代表我们好运歌舞秀的老板阿伯兄，跟你们讲感谢哦。每一年这个歌台拢好，让你阿伯哥来跟你们策划，那佩芬也非常的荣幸，也来这边担任好几年的司仪哈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多谢咱所谓红山市所谓李叔伟哈，感谢咱所谓看歌台的朋友哈。哇，今天的人特别多，几万人哈，谢谢谢谢哈。有没有？我们来看歌台，看歌台，欢喜，对不？欢喜，啊！你看你比小朋友，有朋友叫握个手，来，握个手，横财就手，对不对？比是不是的朋友吗？就是也播嘞。啊，是不要紧嘞，握个手，横财就手，跟大家笑一笑。拜六礼拜，拜三你们都中哪票？是啊，是啊，哈！大家的都是好朋友，外面的朋友也跟你们说声好。如果你们要椅子，可以到里面来。我们这边还有椅子哦，这边的朋友都可以。歌台看完了，把椅子跌上去，好吧？对，你看我们连楼梯啊，也是站得站无虚席啊。好，那我们把握时间，今天我们的好运歌舞秀呢，安排的歌星阵容非常非常的强大，歌星一堆啊。罗青龙都会会啊。来，志雄呢？来，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幕后英雄。幕后英雄，这就是几位年轻人啊，好不好？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飞航带队 ，Go！ 飞上天，飞过飞扬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走。特别热啊！哎，把你手关了，跳啊！浪浪嘞，浪浪嘞哈！啊，你讲啊。关键应该是变魔术的时阵才安尼看的。啊，来，继续我们的音响老师。嚯，今天的音响真的太棒了！好了，国语舞台掌声。谢谢老师。小福。好，马上介绍下一位歌星出场。好，这一位歌星呢是来自了邻国马来西亚，也是我们新加坡歌台上的新朋友，但是他在马来西亚的演出的这个。也是一位老姜，也是一位的前辈来的，只是来到我们新加坡，他是变完辈了。你这个招呼也名气是响当当的，啊，响当当，响当当，因为他每天都靠小叮当。掌声鼓励为我们人美歌甜的婷婷小姐。Thank you.
新车新厝，阿摩厝司令厝。